好，最新消息来看到了，刚刚提到定牛翻身，确切的时间是在台湾时间12:03，是在花莲地区发生了这起有感地震。其实，在台北这边也明显的感受到有摇晃了。最新的地震规模还有震央，目前预估应该很多地方震度是在3级以上。当然，最新最详细的规模还有震央以及深度，都要请您持续锁定中视新闻，我们持续带您来关心。